我想为你做一首诗。啊，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他是我的牵挂。祝你情人节快乐！当当当当！哎呀，好漂亮的花啊！大倩儿，你刚说啥？没听着啊！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！啊，你收到，谢谢，不送。不是，你老黏我干啥呀？我是来陪你过情人节的。你要不是我情人，我用你陪我过什么情人？但你是我的情人呢。有首歌不就是给咱俩写的吗？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。我上边拉去。谁是你情人呢？你看小雪，咱俩咋不是情人呢？在幼儿园的时候咱俩就不就开始同床了吗？别胡说八道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同床了？ 别撒白话。幼儿园的小朋友不都在一个床上住吗？那你说清楚好吗？其实所有小朋友都在一张床上，不就是咱俩？反正咱俩挨着。你看啊，上小学的时候咱俩同桌，上中学的时候咱俩也同桌，为什么上高中的时候你不跟我一桌了？因为你没考上啊。你当着街坊邻居你拆穿我。哎呀，我的命运哪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，能不能别哭了？能。你跟我说说，你今天来找我干啥呀？今天不是情人节吗？嗯，我吧就想和你呢好好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的那美好时光。其实吧，我也挺怀念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，多开心呐，整天无忧无虑的。你看，上边写的啥？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？我忘了，咱俩啥时候约会过呀？你忘了？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不是在医院吗？你这么长，我这么长吗？那刚出生的时候谁能记得呀？我就记得好像咱俩第一次见面是上小学的时候，我这高你这高吗？这就对了吗？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哎呀，还准备衣服了？红领巾，哎，咱俩好好回忆回忆行不行？好嘞，今天我就陪你好好回忆回忆。好嘞。还记得那天我看见你的时候，你们要写完作业被老师给留下了，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你躲在墙角那边哭。哎呀，倩儿，你咋的了？我作业没写完，被老师给留下了。真可怜。同学们都走了，你咋不走呢？我陪陪你吧。小米粒，你最好了。王小倩。你知道咱班同学为啥都不喜欢你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你太欠儿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你告诉姐姐，你用啥没完成作业呀？是这么回事儿，昨天晚上吧，我写作业，突然就停电了。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，由于写的太晚了。今天早上起来困晚了，一不小心就摔倒了，作业本掉河沟子里边，被水冲走了，我真闲了。小倩，你别哭了，我相信你啊，等会儿老师来了你就这么跟老师说啊。谢谢你小米粒。王老师来了。王老师好。老师，我昨天晚上写作业的时候突然就停电了，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，由于昨天晚上写的太晚了，我早上起来太困了，不小心就摔倒了，然后作业本就掉沟里，被水冲走了。老师，我真写了。小米粒，我知道你为啥陪我了，原来你作业也没写完，被老师留下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
说我话干哈呀？那怕啥的，到时候你再瞎编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我那不是编的，人家真写了。小米粒，你说那时候多坏，你给我站住，给我站住！哎呀，媳妇儿啊，媳妇儿，哎呀，媳妇儿，这电影看得好好的。这刚演一半你就窜回来了，干啥玩意儿了啊？每年过情人节都看电影啊。钱春芳，你就不能给我个惊喜呀？啊，哪管送送花呢，也比看电影强啊。花不都送给你了吗？搁哪呢？你不都吃完了吗？爆米花也叫花啊？啊，挺好，情人节让你过稀碎。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，刚才看电影还好好的呢，被电影情节感动的稀里哗啦的，那都哭了，这咋的了又啊？你不说我还不来气，情人节带我看《后悔遇上你》，我能不哭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跟我过高高的了，我看出来了。没有啊？什么没有？哎呀，反正我不管，一年就这么一个情人节，你要不给我补上，我就要浪漫的爱情。我就要红红的玫瑰花，你要没有我就不干。花我给你定了。哎呀，这送花的咋还没送来呢？你说这都急。哎，送来了。哎呦妈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媳妇儿，你看我能没心吗？来，情人节快乐。这还差不多。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你看上面还有卡片呢。啊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？还记得不？哎，妈呀，谁把咱们学校校服给接来了？哎呀，太好了！来来来来，咱俩一块儿回忆一下呗。哎呀，行行行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位姑娘，我向你打听一下，这天上挂着的到底是太阳还是月亮啊？对不起大哥，你问问别人吧，我也不是本地的。呀，姑娘，你长得可真漂亮。大哥，你长得可挺磕碜。你是二米粒儿吧？你是钱顺风吧？是我，你好。咋的了？不行不行啊！我妈妈说了，我还没满18岁，是不可以和男孩子牵手的。我也突然想起来了，我的父亲哼哼教导我说，不到28岁是不能碰女孩子的。可是我马上就要到18岁了。5、4、3、2、1。我18岁了，钱春芳，我牵手了。不要！你到了18岁了，可我还没到28岁啊！啊，还有2分钟呢，你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你不能陪我一起度过这2分钟吗？好的，就这样，我看了一夜的星星。就这样，我看了一夜的手表。我对着天空中划过的流星，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望。我希望和他永远在一起。我也对着流星许下了一个美好的愿望。妈妈，给我换块手表吧，表针他妈卡住了。你那傻样。年轻帅气的我，想当年就是那么的单纯。美丽大方的我，想当年就是那么的羞涩。讨厌！你就不能坐得离我近点吗？我觉得挺近的了。哎呀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呗。啊，在一个漆黑的、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外面下着雨，滴答，
滴答。别怕啊，外边下雨呢。哦。有一辆汽车缓缓地向我驶来。别怕啊。哎，刹车呢？后来啊，汽车仍然在公路上行驶，可是只看到方向盘在转动，驾驶座上却空无一人。难道是遇到鬼了吗？没有，是潘长江买了一辆新车。你就说你买的那辆新车不就完了吗？你比别人高多少啊？就你这死出啊，一点都没变。哎，干啥去啊？哎呀，别走啊，这没回忆完呢，这后来呢？后来能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呀？不能说吗？讨厌。后来啊，我们俩吃了顿饭。你们以为干啥呢？是情人节，趁着孩子们都不在家，咱俩玩把浪漫呗。浪啥漫？浪漫呢？咱都多大岁数了，人家那情人节呀，都是年轻人的事儿。你说你这一寸照片，还搂着个啥景啊？哎呀，宝贝儿，咱俩过一辈子了，我也没给你献过花，你拿着这个。这是你花钱买的啊？啊。这玩意儿多贵呀、啊！这么会过日子。不是，上面有字儿、嗯。哦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？还记得吗？咋不记得呢？想当年呐。幸福你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家里写日记，突然。你从门外胡了吧唧的就闯进了我的房间，当时你两眼睛瞪得溜圆，直勾勾的瞅着我。哎呀妈呀，你当时说的那叫啥话呀？米其林同志，我们俩结成革命伴侣的申请，领导上已经批准了。从今后，我们俩就可以肩并肩、手拉手，革命路上一起走了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你亲我手干啥呀？这要生个小孩可咋整啊？哎呀我的妈呀！我们领导批准了。那我们领导没批准呢。那亲下手就能生小孩啊？再亲一口，生个双胞胎。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你哭啥？你别哭。要不这么的，你还回来，你亲我，孩子我生了，反正领导也批准了。来，这玩意儿还能还回去啊？能还回来，你试试。那好，我让你生八胞胎，我累死你。哎呀！干这事儿怎么不关点门呢？你怎么不说你来的不是时候的？你干啥呢你？大爷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你谁呀、啊？我给你送花来了。送花？你跟我那儿订的花吗？不是我订的花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叫范思哲吗？那花谁的？这谁的？那个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束花呢，收货地址是同一个啊，这名叫钱顺风。钱顺风在吗？哎，在呢，在呢。在。哎。啥时候回来的呀？就你说生八个，完累死我爸那会儿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。
呢？啊，你说这束花是我的？对，不是，那这束花是谁的呢？我的。啊，我的。我的妈呀！啊，我的。不是你俩啥时候回来的？潘长江买新车的时候啊。哎呀，你这一家太有意思了啊！我花也送到了，我就走了。祝你们全家情人节快乐！好，快乐！谁说我们年轻人不懂爱情？谁说我们中年人的爱情就不能天长地久？谁说我们老年人的爱情缺少浪漫？爱情不仅仅属于你们，也属于我们。